一百日。说到凝聚力，就是我们除了生活中会大家就是在一起吃饭做饭，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开始前有一段密集的趋势训练哦，然后这样的趋势训练是我们既在学习一些就是趋势的这种技能以外，还要训练我们团队的协作作战能力和默契，对，所以这部分也是支撑咱们后面拍摄的一个基础。好，是来凝聚大家的这个凝聚力和默契。OK， 是所有人都参加这样的一个训练。好，那我们也听听啊。好，来这样的一次创作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感受？首先刚才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八个人内心都是非常激动，因为看到很多让我想起在做歌时候的情景，都不可见这个。刚才一凡也说了，我们之前有一个集训。集训，其实之前一直有人问我说我们集训训了多长时间，其实我觉得从开机一直集训到最后，这也算是每天都在训练吧。然后放松的时候还有拍戏的时候，觉得能获得这次机会，感谢所有人，感谢剧组的所有人。刚才片里看到我的受伤任何的辛苦，当然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啊，这些人都展现给观众，希望他们这个电影会更精彩。什么电影呈现出来效果就能看到出来每个人所付出的这些努力。最后我们的雨田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刚看你的好身材，还在花絮里展示了一下。因为我知道你健身嘛，因为健身你要吃不好的话就会特别影响，健身还是有影响。还好。虽然随着我们各个换场，而且可能有点有限。但其实大家都是互相鼓励，然后同时出拍习惯，各自都还有做一些功课，然后对身材啊，对一些战术训练，不光是对戏，各方面对自己其实都是在成长。而且导演也是非常拼，他其实除了工作以外，他对于这个健康，对其实也是有要求。所以说，导演受他的影响，大家其实我们八个人，这几个月下来其实都不一样。身材啊，戏各个方面其实都大家都是越来越好。我看你刚刚体能训练，就由内而外的都更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形象。感谢大家的付出。其实刚才于东于老板刚才也说了，于老师在整个片场创作过程当中，很多武器啊，包括我们这个枪啊，比各种各样的枪，导演都亲自来这个摆弄一下，看看是怎么样来把它最真实来还原。因为今天我们也都带着这样的一个道具啊，一般在。是每个人在演唱当中都有这个正确的这个拿枪的姿势，能不能哪个队员给我们队员？是您来亲自示范一下，还是我们所有集体啊？集体啊，一个集体啊！来收一下麦。对，来，对，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有没有阵型什么之类的？如果是整个小队出突击的话，我们对前面是不是有人？掩护啊！有人突击还是怎样的哈？我们开个照。导演，您看一下，谁要是不对啊，或者忘了，您给纠正一下啊。好，哎呦，拿出西装对待这个国际恐怖分子的那种眼神，对，我看一下中间，我就刚开啊，我就刚开。